看这人呢，黑压压的。三具尸体已经在这里躺了一个上午了，有的人已经是凌晨死的，到现在没有人来处理。然后医生护士还有病人全部都在这种环境下面工作。这就是定点医院的现状，没有任何人管。刚刚找领导，没有领导，领导也解决不了，要怎么办啊？我盯到你们了，我不想回家，我不想回家过年啊！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做什么？你们五个只是看了判了个病，还他妈一天四个班，还把我们拖到八个门诊去上班，我们不想活，你自己看。我不要你，你把那些病人都搞走，躺在地上你给拿走，痛不痛啊？你不这边的事不要讲了，有你刚才就把我免了算了，叫我滚蛋回家，你再跟我这样说。我没有闹，这病躺那么多怎么办？叫他们院长过来看看。院长谁过来？你说让病让病人去跟没用，我去了，把纸纸张抬了。啊？铁克从哪有得来了？疯了疯了疯了，这你们这是沪昆高速，都是往上海进的车，往年春节上海就是空空如也，没人来上海，你看看全都堵的，一直在堵。一晚上三百多台挖机到现场来，武汉首都。